打，你是打到兔子了？我打野人打到兔子怎么办？不要跟繁星说。等下等下等下，外面一只被吊起来了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。还活的哎、欸，然后啊，死了。我回来啦。好。这样我回去拿绳子是吗？对啊，拿完绳子就去洞窟。好啊。哇哦！哦，橘头也可以煮汤，你知道哦？你拿这个锅子在干嘛去？啊，我在做那个。走吧，睡到早上。OK。睡到早上。卡住了。我先存个档。的存档。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有啊，这边可以。睡觉。如此的边缘。好可怜哦，六个人挤一张床。没有五个，我在外面。开心不用睡床，还睡地板。我生气，我跟外面的兔兔睡觉。你去睡啊，他们就会大便在你的身上。跟你讲，兔子大便根本不会恶心，好吗？变珍珠奶茶。啊，那你觉得牛大便怎么样？牛大便不行啊。那我他们都吃草的，为什么它就不行啊？不是，兔子大便它是一块的，而且那不会臭，也不会恶心。啊，牛大便是牛大便也不臭啊，哪有啊？只是蛮恶心的。有绳子啊，很湿润呢。那牛大便、嗯，而且牛的消化又不好。哎呀，我捡了，我记得就是往海岸边走有啊。有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线已经坏掉了，直走。你有看到吗？要走吗？直走，哦有哎、欸。有野人跑过来了。右边，没看到哎、欸。他还冰雨梅子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来，快下来。好嗨哦！哇，好多人哦！一二三四，冰雨。我会跟着来的。他跳了。是不是有一只跑进去了？没有。后面是谁被打了？三只而已嘛，还有一只吧。又过来，他绕跑了。哎、欸，下面就有房子哦。有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嗯、哇，海边还有三个在跑。三只哦，海边好多只，四只。我都没看到。哦，看到了。海边。好开心哦。所以我们要去海边探险。没有绳子。要是说想把武器丢出去了，嗯。我想拿绳子。没有绳子。你没有，我刚刚有哎、欸，我生成。那跑去哪？五个在海边跑，这是天体吗？在这里啦。原来是这一栋。在你追我跑、欸，不见了。就是你往那个前面海边那个前面看，不是有很多屋子吗？那边也有吗？没有看到那个屋子，不知道你。对岸啊。哦，你要过去吗？我们要做木筏吗？怎么有兔子啊？哎、欸，兔子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的，要游泳过去吗？还是绕过去？游泳不是有鲨鱼吗？有吗？有，可以把鲨鱼头也带回家，欸、超好玩。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洞窟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们只是来拿绳子的啦。还有鳄鱼哦。海草不能打。好开心呢、欸。不可。好远哦。动起来。好远哦。可以叫 Uber 吗？这里没有 Uber。嗯 ，Uber。
百分之十月要消失啦。对啊。唉。劣币驱逐良币啊。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检举计程车啊。有一些计程车的确是蛮烂的。你要说就是你很努力的想要当交通部长之类的。那个是不是那个啊沙威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太棒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跑！有只小只的，有只小只的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哎、欸，阴灵哎，对吧、啊？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会出这些了。死了，而且他涂他一下就死。哎、欸，还不能吃哎、欸，阴灵还来了。哎、欸欸，一堆阴灵，两只，两只，三只，三只，三只。有没有我的？我刚刚叫声像不像他们刚刚叫的？所以阴灵不能做成料理，这样不行。那是那个，它也不能剥皮耶，好没有经济价值哦。补身体，这是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没有两只哎，没有弓箭的。稍微嘛，没有弓箭。另外一只是有一只是哎，对啊。好，这远远的射它，我们用弓箭喽。好。好。就这样。来了！哎、欸，怎么有猪啊？有猪在打你啊！等一下，有猪啊！这只猪刚刚是在打你还是撞你啊？有了！哎、欸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太可怕头吗？哎，对、欸、对对对对，这个可以打头，这个、可以爆头。啊，这个的话，我记得它，哎呦，对，蜘蛛。他瞄是瞄哪里啊？我实在是不是很懂。哦，这个爆头比较，这个用弓箭真的比较明显啊。嗯，用弓箭比较不会被他近身。对啊。可是还是要那个啦，人还是要。啊、林有很多人射来射去。林雨，你不要吗？嗯、对啊。鲨鱼，鲨鱼，鲨鱼。不要什么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里？你不要沙威玛的皮哦。要打，你要去扒它的皮。还有另外一只，那个鲨鱼在哪里？超多鲨鱼，在哪里？搁浅了，好可怜哦。哦，那可以剥鲨鱼皮吗？我记得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只有鲨鱼头可以用，是不是？鲨鱼头，你们跑哪去？尾巴也不行。可以拿去装饰吗？对啊。嗯，先去，我们要去洞窟了吗？不要拿绳子吗？里面有、哦、对，忘了。那条手烂掉，不要刺。哦，好。怎么有球？哎呦！前面那堆是什么？哎呦，排泄物吗？哎、欸，你们看有球。好饿。这堆是什么？上面没东西哦，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繁星，哎是，你去捡。感谢续订，感谢 Z 罗、欸，1039吗？我傻眼。好的，1039续订。傻眼，上面看我喽。我不哎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我上次好像没有存档，没存到吗？啊，你什么东西不见？有记得吗？满满的弓箭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刚读档了，你可以再去捡了。嗯嗯嗯，我们刚有重读档。没差。一整排房子。反正我本来就不会用弓。你可以给米奈拿，你当米奈的箭袋。我跟朵朵的红狗，我去隔壁找。有东西吗？是看有没有东西。我还要变好多小石头。应该要有啊，真的很多哎、欸，可是为什么都没有东西啊？你说这种房子吗？对啊。红的，下一间。真的好多鲨鱼搁浅哦！这群笨鲨鱼上岸来干嘛？有饮料哎、欸，
你们有到游艇过吗？我以前有啊。你知道游艇在岸上看游艇会有一个人吗？是假的、欸。然后就消失了。哦。我没有看到游艇诶、欸。超像恐怖的。哇，这里有好多东西。楼上吗？对，我捡到了发胶。会不会找半天就一条发胶吧？没有啦，你怎么会打掉啊？前面不是还有行李箱吗？那里？对啊。这绳这个挂灯为什么拆不掉啊？胶带。对，挂。挂灯啊，拆不掉呢。啊，就这样了吧。上面可以去找游艇啊。上面有条绳子哦。游艇上面。我来。会有收音机。在头顶上。我拿了。收音机，好东西。哪里有收音机？游艇啊。会受伤啊。哦，回头好了。那出去不会受伤吧？不会啊，我每次都从来跳。对，是。这边有点高。我直接跳下来。现在咧，不是要去找游艇吗？没有，不是要先去地底吗？都行、啊。我的水是污水、欸，在我的水袋的。哇，我们该不会是捞那个水是污水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也是、欸。还是要煮过之后再捞。啊，要怎么煮啊？就是你要把污水丢到那个锅子里煮吧。然后再捞锅子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还是喝了哎、欸。没事啦，顶多就需要一点芦荟。对啊，这饮料可以喝啊，喝这个饮料。可乐吗？会恢复精力，多喝一点。拿好拿满。我们要去东湖了吗？回家。你要回家？家的旁边的东湖。这里好多金盏花，不顺便捡回家吗？哪里？这里啊，沿路都是哎，超多的。有听到叫声吗？没有。金盏花，我还有听到。听起来很不爽。我还以为是蘑菇诶、欸，超多的、欸！哇，我捡到不能捡了，好吧。欸，隔壁是雪山。欸，这里有猪诶、欸，不是要打野猪 吗？野猪皮要啊，做那个要用的。那个？做那个保暖衣要用的，我记得啦，没记错的话。持续。我看到一只哦，哪里？这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野猪肉好大块哎、欸！它、啊、让我好丢脸哦！哇！小笨狗。啊，这个果实不能吃。你是拿你的生命去试吗？神农哎、欸，多多吃蓝莓哦。神农尝百草，喝家。遗言，这草有毒。哦，两只。谁在尖叫？谁在一起叫？两只。哎，猪！有人有猪怎么办？我想打猪。打。哪里呀？就打猪吧。三只。猪要喝水了，打啦。哎、欸，猪在水里耶哟！啊，中了哈！哈哈哈！后面哦，小心哦，后面哦！哎呀，我停不了，我停不下来。你说砍那只猪停不下来吗？叫屁哟、哦！本心眼睛闭起来。这
怎样？是怎么了？你也要闭吧？还有奶奶，闭起来！干，有奶奶又不是没看过。他有点吗？这边还有猪，这边还有猪，等一下哦。他没有点不算啦。是你看谁的啊？啊？没事。架人皮骨架一大堆可以看啊，而且都是骨感的哦。小孩子不要乱看，这边可是干净的。骨头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问号。不知道。我帮你喝喝看，我帮你。啊、这水不能喝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猪掉到水里了啦，那怎么办？下面有行李箱。可是我刚跟淋雨抽半天抽不到啊。洋楼、哦，好生气哦！猪怎么会掉水里？那就不见了，没有，捡不起来。肉打雷了，又碎了。可以吗？你是在推上来是不是？推上来。哎呀可。然后嘞？没东西。你刚刚看到我做了什么吗？局？没有，你干嘛了？没有就好。哎、欸，还有一只哎、欸，在路上跑。猪吗？还是人？是野人。这边是，这是洞吗？哇，叫得好。这不是洞吧？没有洞。嗯。哎、欸，如果外面晚上了，我们进洞会更危险吗？不会啊，都一样危险、啊。反正洞里面都是黑的嘛。对。嗯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哎、欸，我找到龟了。你怎么打龟的、啊？龟会在海边啊。海边跑来爬去这样哦。它会先游上岸。哎、欸，是陆龟吗？我记得有陆龟啊。陆龟啊，所以我现在采集不了啊。为什么？它会缩进去。烧它。拿斧头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好多只、啊！右边，右前方海。哇，那什么啊？好像蜘蛛在爬。有拿到龟肉。哎、欸。不同品种吗？哇，好多、哦。敏捷的，啊！干丢歪了。敏捷，但是命很少。啊，龟龟嘞！龟龟嘞！哦，这边好多只哦。哦，这里这一只啊！你们好恐怖！降下来的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拿这个枪吗？被死了哎、欸，死了哎、欸，用弓箭射就死掉了。那拿斧头打龟头，他等他是这只缩进去的，拿了一只乌龟头哎、欸，他的头跟海龟的头一样吗？哎、欸，有海鸥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只哎、欸，死了。天上的羽毛，赶快捡，赶快。我拿到海鸥的头，这边还有两只哎，死了，哎、欸，这个龟死了，哎、欸，我捡不起龟肉了，哇，好多乌龟啊，怎么那么多、啊？那这附近应该会有鳄鱼哎、欸，躲进去了。出来！嗯？怎么了？我听到很糟糕的声音哦，很糟糕的声音。就这里就一堆绳子啊！哪里？我们家旁边呢、啊？一堆。你们怎么飞去了？江淮。
哎，后面好多，好多，哇，下雨了，快回去。感谢团团，快哦。看到海边奔跑的，他们跟我们一起再回家。哦，回家客饭。是啥？说很多绳子，可是我们就拿了两条。没有啊，没有绳子啊。只是跑不动，你过来啊！那干嘛？我怕你落单呢，等你，你还给我停下来。又可以装水了。不对，这个肉是所以我要先煮水。我身上为什么突然有鱼啊？不知道呢，怎么会有鱼啊？我们的火堆去哪了？火堆坏掉，找到了。然后嘞，煮好了就可以，煮烧焦了。啊，那么快吗？煮好了我就可以装水了。嗯，啊，我要丢燃料进去。那、啊、我是不是要先把它倒掉？我怎么倒掉？我不能倒。狂喝吗？狂整把喝。对啊，15%，要跑一下。不行啊，满了不能喝。跑一下。靠！我先把它倒掉。怎样不能喝了？对啊。我狂风暴雨兔兔。欸、还是只能装那个龟壳的。我帮你哭掉了，龟壳都可以装。你的锅里我带里面全部都是污水，不能倒掉吗？倒不掉哎、欸，只能喝掉。要吃掉啊，吃掉它。叫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锅子。哎、欸，怎么装水啊？就靠近岸 C。有吗？装龟壳的吧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装水了装水了。可以吗？可以耶，可是装上去还是污水吧。装、欸欸、了之后变清水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刚还有91%，水壶的自带寄生虫。哇，啊、清水100%，什么？因为我有观众说，我刚才，我以为护甲是可以一直叠加的、欸，然后嘞，然后我就一直盖，一直叠，一直叠，叠到都没有了，我甲满了又盖掉，浪费好几个。可是我刚刚那可以替换的、欸，不知道怎么用的，我也以为我可以替换。哎、欸，水滚了，谁的水？我的，被烧光了吗？还有吧，啊，然后嘞，好像不行啊，直接装龟壳。啊，我的水没有人喝，我就拿不起来嘞。所以你要现在喝啊、哦，你去装一个。喝掉、欸，可是我没有那个。去装雨水啦。我没有那个啊。你没有水袋吗？对啊。要看要两个绳子吗？还是一个绳子？一个绳子，两个鹿皮。
我没有鹿皮，等等去打鹿好了。来啦，我做给你啦。这么好，冷。哎、欸，我做过就不能做了、哦。你可以、欸，你们怎么在这里种芦荟的、啊？你可以放在小铁盘给我。我不要啊，没有啦。就卖一个选项可以种吗？怎么种我没有办法粘。那你可能没有。然后嘞，怎么给你？你就我自己拿。我没有芦荟种。有了，我拿到了。乞丐。蓝莓种只能种后面的花。就是，我还有一张。我没有，不够、欸，我少给你吗？什么？一次只能放一个木头？哦，哇，太可怜了吧！一次只能一个。哦，我只是看乘客名单。耶！什么乘客名单？就是我们飞机失事的那个乘客名单啊。什么飞机失事？我们不是坐飞机来的吗、哦？你想想你怎么来这里的？哎、哦欸，其实这是有主线剧情的、欸，我们还在玩生存而已。我们还在混。对。女儿都已经不知道十几次了。哎、欸，芦荟加金盏花可以合成回血的啊？没错。这也不浪费芦荟了。哎、欸，有声音。飞机上啊。哇，怎么越来越大啦、啊？嗨，雪糕，好大声哦！这是有怪物啊，我刚刚听到声音。有、啊、有有，在外面大只的，就是这个窗户的方向。我们有没有睡过今晚？哪里、啊？不行，两只大只的，他们在太近了，没办法。就在这里。哦，你看到手手是不是？我看到了。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、啊？对，我这里啊，我这里啊，我这里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猜我们家、啊。出去跟他拼了嘛！猜屁呀、啊！不担心，边猜边修。要去跟他火拼吗？很认真在修。哎、欸，他好像猜的比我还快、欸，等一下多下好几下。我冲去跟他火拼了。好好好，我们走。啊，大只的。哦，两只。射不到哎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干，太冷了。只一只。哇，快冷死了。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剥口香糖喽。又湿又冷，奇怪，我射出去的弓箭都不见了、欸。哦，有人偷箭哈，野鹿箭。没事。其实刚刚在旁边射箭的是你哦、喔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我在拉弓的时候，怎么旁边也有一个箭冲出来嘞、欸？三两都在射箭，我现在身上到底有好臭的感觉。没事，你就全身都是口香糖啊！而且你知道皮上面有眼睛吗？你用生肉装着。对啊。你们好恐怖。我还好吧，我还是空姐装啊。我全身都黏了。你来修修我，来修修。修修。有啊，我们在可以修。哦，你说修那个修啊、哦？穿这个生肉装会不会有打折啊？应该是不会。原来是指那个修。你知道刚刚是一次破坏五格吗？好了，好像修好了。小兔子们加油啊！留你们两只生小孩的。
兔子繁衍不是很快吗？我也这么觉得呀。慢慢来的。好了，走吧，睡觉。今天一定要一睡醒就去洞窟。每天都想着我要去洞窟，结果都没有去成。快来睡，还差两个。有了，有了。吃饭喽 ！Let's go， 还没菜吃。吃吃吃。喝水。清水怎么一下？哦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水。记得装水。记得装水哦。走吧，出发。这样，我突然停下来。那里吗？嗯，走这边吗？关门。嗯嗯嗯。哎哎，妹妹，妹子 go。来了来了。关门。我们家有修好了吗？有啊。有修好了，往哪边？不要在这边打鸟哦，淋雨带路我，带路哦。是迷路了，在这里嘞、欸？没有，在这里啦，在我这啦。我这里一个洞啊。这边比较近吧、嗯？这边有绳子的呢、欸。先去下，先去绳子那个好了。在路中，没有，我害怕。但是，我记得按一颗键是直接咻下去的，不知道哪颗键。是不是？可是不能按太快、欸，好像会摔。哎、欸，好深哦、喔欸！要打要打要打打打打打！呜、哦，听到声音。哎、欸，来下来下来，橘直接下来，按 shift， 我跟你讲停就停。shift。对，按。到了，还有一层、啊，有个地方是你按下去，如果shift按的话，只会往后摔。哎、欸，连溜这个都会没有力耶、欸。有水的感觉。好深，好深、哦。我们是还没有那个啊。哦，潜水装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是之后才会有啊。要去游艇。不高啊，好可怕哟！我们上次就是潜下来，结果发现一大堆在下面等我们，受害者名单一堆啊。哇，那我们没有药可以直接下来拿哎、欸，好爽哦。哎，还有酒，还有酒，哎，等等我，我做一个。哦，这边有受害者。我跟你讲哦，就是每次都要游泳的时候，很容易失温。我拿了一张奇怪的纸，哎，对啊，在哪里？哇，手机耶！